大家早上好。弥陀名号的真实受用，是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之期。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弥陀名号的真实受用。2014年6月，悟弘法师一行回到香港看望师父上人，呈送一份往生报告。一位13岁的小女孩韩欣彤的往生纪实，弟子恭敬学习后感到无比的感动和惭愧。一，初闻佛法。韩欣彤是辽宁大连瓦房店市人，往生时年仅13岁。2013年4月，他被确诊罹患白血病，经多方求治，终归枉效。彤彤深厌病苦，决意出院。医生嘱咐，孩子生命只剩2个月，且痛苦是难以想象的。西归莲社的莲友去看望彤彤，告诉他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们念佛在寿终之时，阿弥陀佛就会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无有诸苦，但受诸乐。不可思议的是，从未听闻佛法的彤彤对此深信不疑，决意放弃一切治疗，念佛求生极乐。二，信愿坚定。2014年2月，彤彤来到西归莲社，在莲友的带领下，他每日聆听上净下空老法师讲经，观看海贤老和尚光碟3遍，其余时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尤其爱听老法师讲的10岁小女孩往生的事例。在老法师2012净土大经科注圆满日，韩欣彤完成了发愿文。次日，他虔诚跪在佛前，当众发愿舍受求生净土，恳求弥陀慈悲接引。若留一分钟，念一分钟佛；留一秒钟，念一秒钟佛。在悟弘法师的开示下，韩欣彤又2次发愿舍受求生。在莲社的60天来，无论如何痛苦，彤彤一片止痛药没吃，一次止痛针没打。他觉得身上的淋巴细胞与自己是一体，应该爱他们，救他们。他意志坚强，纵使体力透支，仍坚持共修念佛。他对阿弥陀佛坚信不疑，一句弥陀念到底，决志求生。彤彤往生前发心用自己的钱为莲友订念佛计数器。他听老法师说，手机是障碍我们往生的魔王，
就立即把手机交给母亲，再未使用。白血病患者每日要吃排骨、猪蹄和鱼来补充营养。来连射文法后，彤彤断除荤腥，改吃素食。他舍出1000元，供养斯里兰卡佛教大学，舍出300多元，买鲜花供佛，还订购100册敬老说的话，供养莲佑。彤彤因病痛折磨，有时对母亲态度过激。莲佑和他分享敬业三福及父母的恩德，强调孝为往生成佛的根本。彤彤当即升起孝心，向母亲忏悔，对母亲甚为恭敬。三，求愿往生。悟弘法师多次为彤彤做开示，娑婆世界是虚幻不实，极乐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要相信佛所讲的话，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们应当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方法是口中或心里念阿弥陀佛，不要间断。彤彤频频点头，全部接受。莲社大众一心一意护持彤彤，时时心系佛号。往生前3天，彤彤问母亲：“妈妈，这次我真的要走了，您想我吗？”母亲回答他：“不想，你要去做佛了，妈妈高兴还来不及呢。”彤彤再未说话。彤彤看过临终须知，知道临终时家亲眷属在身边，容易引发情执而耽误往生大事。还听海贤老和尚说，叫人助念，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助念，我自己就走了。4月8日，彤彤知道自己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他请妈妈和莲友都离开他，免生情执挂碍。只留下接引他来莲社的莲友，提醒他念佛。莲友见彤彤身体躁动，内心不安，开示他：10岁小女孩，海贤老和尚、刘素清菩萨都会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你。彤彤听到后，当即归于平静，内心安稳。80，莲友提醒他念佛，他用手示 OK， 双手举起再见。过一会儿，再次提醒时，彤彤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一句阿弥陀佛。这是彤彤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楼下很多念佛的莲友听到彤彤最后狮子吼般的佛号声。4，瑞相殊胜。彤彤往生时，家人均不在身边，莲社莲友为他助念24小时，非常顺利，庄严清净如法。自始至终
一句佛号。四月九日，莲友为统统擦洗换衣，此时统统全身柔软，面如桃花，带着微笑，毫无痛苦之相。统统最后真的践行了他的发愿诺言，我要用微笑告诉大家，我坐上莲花跟阿弥陀佛去了，再见。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于五月八日无量寿经科注第四回学习班第三十八集中认定了韩心童往生，统统实现了他在发愿文中的诺言，我要为无量寿经老法师第三次讲圆满做正转，我要为念佛蒙佛接引做正转，我要为信愿持名做正转，要为净土一句佛号做正转。五，惭愧忏悔。看了韩心童小菩萨的往生报告，弟子非常惭愧和忏悔。近来由于弟子懈怠懒散，不能精勤努力，从而感得业障现前，头昏眼花，全身红肿发热，奇痒难忍，苦不堪言。幸得胡居士慈悲照顾调理，不断关心询问，细心观察，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还惊动师父上人多次特别垂加开示，开集你要自求多福，在此地若能精勤努力则提升很快，若是懈怠放逸则堕落也很快，端在自己能否认真努力，若能做好则此地是个好环境，若不能自我约束，则需在道场中依众靠众，方能有所成就。每日早晨要早起，拜佛三百拜，晚间十点钟休息，早上四点钟起床。若是九点半休息，早上三点多钟就能起床。要先把身体调理好。弟子惭愧无比，想到师父上人不辞八十八高龄，远赴印尼新马弘法，辛苦无比，而弟子却每日高枕无忧，甚至常常睡到日照三竿才起床，早课有时做有时不做，养成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师父上人及胡居士出门在外辛勤奔波回来，还要费心来照顾弟子这个体弱的年轻人，真是情何以堪呢。看到韩心童这位精勤不懈以一句佛号顽抗病魔的小菩萨，弟子于强健之时却不能够精进努力，如何对得起诸佛菩萨的慈悲视线。弟子在此忏悔自己懈怠懒散的过失，恳求诸佛菩萨慈悲加持，弟子定当克服习气，勇猛精进，努力念佛拜佛，把身体调理好，才能以此父母所生之身，借假修真，圆成道业。至诚感恩师父上人、胡居士及
及诸位大德居士的慈悲加持及照顾。阿弥陀佛。我们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遇到了佛法，这都是无比殊胜的缘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在眼前真正念佛发愿往生的同学，男女老少都有啊，念佛往生的瑞相都呈现在我们面前，细心观察，不能不动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绝对不是欺骗别人。这个法门，从东晋慧远大师倡导至今，啊，一千七百多年，世世代代有不少往生的人被记录下来了。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相信至少还有一半以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记录下来，比记录下来传下来的人数我相信是多数，这哪能是假的呢？啊，所以历代真正的聪明人，无论修学哪个宗派，到最后会把他修学的法门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永明大师是好例子，禅宗的大德，在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最后念佛求生净土。啊，瑞相也是稀有，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像善导，像天台的智者大师。啊，无论学华严、学法华、学三论、学唯识，啊，最后归净土的人不可胜数啊！我们看了，能无动于衷吗？啊，无动于衷的，那就是麻木不仁。这一生往生净土的机会失掉了，错过了。那如果能受感动，感动之后最重要的
是要忏悔，是要改过，坚定信念。啊，一向专念，决定求生。就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啊，就能顺利克服自己的业障。啊，消业障，成菩提。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话是这么说，真正真干的人可不懂。啊，这是什么原因？业障习气太重了。业障习气不是一生造成的，要往上数，好多事累积的业障啊，这一生不是真正觉悟，不是真正回头，看几个例子心里有所感动，依然克服不了的自己的业障，那怎么办？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他用的，用得很得力。天天看这个死字，一口气不来了，怎么办？又到六道搞轮回了。那么想一想自己的一生的行业，与六道哪一道相应？肯定是三途。贪嗔痴啊，还要加两个，傲慢怀疑，五毒全具，怎么得了？几个人能够克服？克服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人是大丈夫，这个人是英雄豪杰啊！《古兰经》里面讲的圣战，我这一次访问新加坡，跟新加坡的九大宗教的代表欢聚一堂，那我们跟伊斯兰的大德长老们谈到圣战这个问题，那因为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个360啊，他看到我们群书之要360，好，非常喜欢，把古兰经编个360啊，认真的去读这部经，把阿拉伯的原文找到啊，发现呢，圣战不是真正打仗，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打败自己的烦恼习气叫圣战，
这个对了，跟佛法里面讲的断烦恼一个意思，跟儒家所讲的克己复礼是一个意思，如何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才是古兰所说的圣战啊。啊，不是到处去放炸弹扰乱社会啊，滥杀无辜啊，不是这个意思。可见的经典里面的真实意义，如果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确实误导众生。啊，伊斯兰这些大德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欢喜。可见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至善至美啊，真善美慧，没有教人做坏事的，都是教人要包容，要忍辱啊，如都能够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啊？中国自古以来对于人是有限度的啊，士可杀不可辱啊，士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可杀但是不可以侮辱啊。佛教传到中国来，翻经的法师听说了，我中国人把辱看得这么严重，就叫你忍辱啊，那辱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啊，忍辱就是战胜自己啊，这叫圣战呐、啊。这个意思好啊！啊，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把它的精华揭露出来，做一个三六零。广泛流通，希望社会大众啊对这个宗教有正确的认识，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认识宗教，你就会爱护宗教，你就会信仰宗教。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学习，啊，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就能帮助这个社会化解一切冲突啊，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帮助世界走向大同之治，太平盛世。这是信仰宗教人唯一的使命啊，宗教对于人类做出正面的贡献的宗教教育，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名副其实啊！啊，这不是假的啊！我们从韩童童这个事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一家没有宗教信仰，临走前60天才接触到
他有善根，接触到他没有怀疑，他直下正当，他就接受了，他完全相信，依教奉行啊，60天从信佛法到往生，这么短的时间啊！前面我们讲过，10岁小朋友往生，他念3年佛了啊，很可爱，7岁开始念佛，10岁往生。这个3年他真念，他为什么念？听到爸爸念无量寿经，爸爸把无量寿经的意思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非常喜欢，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他想去看看，啊，跟他爸爸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爸爸说不行，我不行，什么人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爸爸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哎，他听了这句话，他当真。啊，他就真念，天天念，天天求，3年你看终于求到了啊，没有生病啊，统统生病，他没有生病 啊体力精神非常好，往生的前一天告诉他爸爸，阿弥陀佛明天要接我回老家了，那求他爸爸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看他往生，真正做出样子给大家看，10岁大人都不像，孩子的话怎么可以相信啊？可是有几个呢就试试看啊，不管是真是假的啊，去看看他们家，到第二天真的往生了，不是假的。在这个时代社会动乱，地球上到处灾难频繁，这些人来给我们做证传，啊，没有人想见，为什么？讲了没有人相信，但是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任何宗教最初创教的这一位大德，我的眼目当中他们都是大圣大贤，都是现在所谓的社会教育家，啊，最初这个教怎么起来的？通通是教学，而且都是义务教学，啊，没有开班收费的，啊，全是义务，啊，教的这些人
把他所说的他全都做到了啊，自己没有做到，要求别人做，别人不相信的，说你是假的，你骗人啊，他所说的他全都做到了，别人相信啊，个个都是心心起言。啊，大家相信啊，愿意跟他学，跟他学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说法缘殊胜啊，这个法缘不是偶然的，也是多生多世结的缘呢，不是一生一世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圣贤过世之后，他的学生们世世代代的依教修行，承传圣教，发扬光大啊，传遍在这个地球上。那么现在宗教衰了，不仅是佛教，全世界每个宗教都衰了啊！什么原因？把过去创教的精神疏忽了啊，没有依照经典教诲认真修行的人啊，有很少，不多见啊，没有真正修行。如果有真正修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宗教决定不会衰退啊！为什么？不管是哪个宗教，核心的价值观就是爱人，啊，爱人的人才是真正的慈爱。这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价值啊！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修行，自爱啊，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会令所有的人尊敬你。你爱人，你对人绝对没有妄语，你绝对没有存丝毫伤害别人的念头啊，念头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言语行为啊？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啊，这样的人决定能新教，不会把宗教衰毁。啊，为什么会衰呢？我们自己没有依教奉行，甚至于对经典没有深入研究。啊，深入研究的方法也是妙极了。啊，以佛法来说，佛法用什么方法让你深入经教？读诵，
那么有啊，有人天天读经啊，一辈子没有放弃啊，可是没有爱心，还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没有放下，这什么缘故？学习宗教没有真诚心啊，表面上是符合仪轨，用心不一样。我执非常严重，自私自利的这个烦恼习气，没有放下，跟着这个烦恼起来的嫉妒、嗔恚、傲慢、怀疑，把修行功夫全部摧毁了，变成修行是样子，假的不是真的啊，被人看穿了，一文不值，人家掉头去了啊。真正有一点修养的人，他也不会，绝不会回报你，也不会怨恨你，只是你距离你远远的，不跟你接近啊。那是什么人？佛法讲那是有善根的人，有德行的人。啊，是一个真正有自爱的人，我们怎样培养自爱，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自己不爱自己，你就绝对不会爱别人，爱别人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假。耶稣、穆罕默德、摩西，像这些人，都是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爱，所以他能爱人，他能爱众生，啊，能尊重众生，爱护众生，关怀众生，啊，全心全力协助众生，这是真正忏悔。啊，忏悔不是口头上的，这个不仅是佛门，所有宗教，所有圣贤教诲都有忏悔法门，而且对于忏悔非常重视。啊，普贤菩萨深愿列在第四。你看，第一个礼敬，第二个称赞，第三个供养，第四就是忏悔业障。多么重要！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啊，忏悔业障怎么忏？大乘讲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上的忏悔那是舞台表演，目的什么？
目的启发观众、听众认识忏悔法门，目的就是真正忏悔的意思不在现实，是在什么呢？后不再造。我今天发现我是过失了，我明天决定不能有今天的同样过失，这叫真忏悔啊！佛菩萨面前天天忏悔，天天犯过，这有什么意思啊？说话不算话吗？那就当面骗佛菩萨吗？佛菩萨又不在目前，泥塑木雕的，你都忍心去骗他，你怎么能不骗人呢？啊，所以老师告诉我，什么叫真忏悔？后不再造。啊，就是儒家讲的不贰过。啊，孔子赞叹颜回，孔子学生当中只有颜回做到了不贰过。啊，这是一个真正修忏悔法门的人做出来给我们看。啊，那我们今天又看到一个真实的例子，海贤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决定不贰过，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过失染不上啊，他没放在心上。啊，自己一生勤劳，一直到往生。你看，晚上往生了，白天好好念一天佛不好吗？他是念佛，念佛没间断。啊，工作可以放下来了没有？照常。啊，这一整天从早到晚，在菜地里头拔草、浇水。啊，跟大家一起整地。啊，做到天黑。大家看老和尚这么样勤奋，跟老和尚说：“可以了，天黑了，可以收工了。”啊，老和尚快好了！啊，我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这话里都有话，当时人没在意。啊，晚上老和尚走了，第二天早晨再一看，老和尚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才晓得昨天啊黄昏的时候老和尚说的话。是双关语啊，告诉大家了，我这做完了就不做了，等晚上就走了。你看这表的手法，啊，到晚上自己敲着引磬念佛，不知道念到什么时候他就往生了。因为老和尚没有这个习惯，一生晚上拜佛念佛，但是没有敲引磬。这一天晚上自己敲引磬，啊，大家也没有注意到，啊，这很不寻常。
大家没注意到。完课完了之后，大家在疗房里休息去了。啊，他在打着引擎啊，在拜佛，不知道什么事情。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一直等到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了，他才离开，才真走了。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懒惰。精神提不起来，不能轻视，这种毛病严重，到自己年岁老的时候，老年痴呆症。如果有老年痴呆症，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他迷惑颠倒。啊，往生的人最重要的，临终那个时候头脑清楚。为什么？你可以选择你去的地方。啊，临终没有这个能力，别人助念都没有办法提醒你，你还是随意流转，那就是哪一个习气重到哪一道去。啊，痴呆是属于愚痴。啊，愚痴所感的是畜生道。很可怕。啊，唐太宗附体告诉我，他死的时候是畜生道，都畜生道，由畜生道他又转到人道，在人道里头再堕地狱道。啊，现在从地狱里出来，在地狱的时间最长。啊，我们相信这些话不是假的，跟佛经上所说的相应。啊，所以我们看到统统这个实现，要把它看作表法。来告诉我们，念佛往生不是难事，它可以在60天当中完成。啊，13岁懂事了，信受奉行，这4个字做到了，一生做得很圆满，做得很成功。我们见到的人，听到的人，要认真反省。啊，真的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回头。啊，我们自己往生的时候，这些人
都是我们有缘人，听到他的名字，看到这个文字，都是有缘。这些有缘人在极乐世界，你都看到他在阿弥陀佛身边，他来接引了。啊，有人要求海鲜和尚，你老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忘记我们了，到时候要来接引我，接接，答应了，一定来接。啊，跟在阿弥陀佛身边一起来接，这真绝不是假话。这底下还有什么？读汤氏著作感言，是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之八。惭愧弟子开集，在此向师父上人恭敬报告学习净土大经科注及汤恩比博士著作的心得体会。汤恩比博士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在他的著作《转变与习性》《汤恩比论汤恩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提出他对人类社会的忧虑。汤恩比博士认为，在当今这个精神文明消退而技术文明昌盛的时代中，人类必须抉择，他是要从贪婪中彻底回头，或是要面对文明彻底毁灭的灾难。汤氏警告我们，不能够让人类走向灾难的边缘。汤恩比博士辞世之前，在接受欧洲举行的访谈时指出，只有当人们能够回归到从前佛陀与基督教圣徒那种克制欲望的生活态度，并遵守那些古老高级宗教节制自我的戒律与教诲时，人类才可以避免文明的毁灭。否则，将来拯救人类的关键途径，有可能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记得从前，弟子曾随同师父上人参加过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于多元文化论坛之中学习到各个不同宗教的教义。众所周知，各个宗教是以仁慈博爱为核心，都有各自依循与奉行之戒律。基督教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上帝，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彼此相爱。伊斯兰教说，你不当以不诚实的方式拿取别人钱财，不可用虚假混淆真理，也不可故意隐藏真理。安拉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此乃
伊斯兰教之戒德，与佛法戒律中所说的不偷盗、不愚痴，以及经典中所讲的不吝法，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哈比哈山长老之高祖汉尼夫先生在深入古兰经经藏时发现，阿拉伯古兰经原文中的圣战含义并不是指广义的战争，也不是指自我保卫战，而是指战胜我们的欲望，以及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战胜我们的贪、嗔、痴、慢，此乃圣战之真实意。就如同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一定要从贪婪中彻底回头，与贪婪做圣战，战胜贪婪，战胜骄慢，战胜嗔恚，战胜愚痴，此乃真正的圣贤人。佛教重视戒律，所谓戒为无上菩提本，涅盘经三十一云，戒是一切善法梯程，戒律是善法之阶梯，是一位真正佛陀弟子需终身奉行之生活规范。以无量寿经为例，积功累德第八品云，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其中善护身业不失律仪中之律，即是指的戒律。仪则是仪则威仪，律乃治恶之法，防恶止非之法，称为戒律。黄念祖老居士总结说，依止戒律体现于行仪，名为律仪。而此句经文之真意，在普抄三昧经一中显示无语，披戒得铠，化度生死。戒铠有护持意和庄严意，以戒德为铠甲，在六道轮回之中能够入三界火宅，整济群生；以持戒德自庄严，能够鬼泛人天，使众生亲近，来受教化，进而得以精勤修行，超越六道生死之苦海。六道尚且能够超越，眼前的世界性灾难焉有不能化解之道理？此诚汤氏所言，人类才可以避免文明的毁灭。而在对治身口意烦恼习气之众多戒律之中，师父上人特别强调善护口业之重要性。因此不单取劳，不厌其烦地无数次讲到，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而黄念祖老居士在净土大经科注中特别指出，一个人之所以口业能够做到不积他过，不会去诽谤、批评、指责他人的过失，正是由于他的意业
不见他人之过所致。那要如何善护意业呢？由于身气中道，正定常寂，了达真源，远离生灭，如此则自然能够远离一切烦恼，才能够做到意业之清净无染。进一步的来说，这个世界一切有情无情，万事万物一切法，都是一切无过，本自无染，清净本然，本自圆成。戒定慧与淫怒痴是一不是二，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所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都是一体的，同具清净圆满之性德，何来的是非对错呢？了达此真实意，方才了知一切空无所有，平等无碍，而无有可讥者也。正是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啊。如此说来，则师父上人在三学兴衰中所言之三学鼎立、互争甚至内讧之现状，则将如梦幻泡影而不复存在了。因此，如果我们佛门各宗各派、世界各大宗教都能够深入自己的经典，能够了解圣贤佛菩萨所宣说的真实意，那么彼此之间的误会与纷争自然能够化解。师父上人更是倡导佛门各个教派以及各大宗教的教职人员都能够通过网络媒体向世人宣说圣哲纯正的教义，把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通过网络、电视普为宣说，那么世界的永续和平定是指日可待的。如同无量寿经所云，佛所行处，国义秋聚，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佛陀教育大同之治的理想必能早日实现。以上是弟子开集肤浅的心得报告，不妥之处诚请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同修会予批评指正，不胜感恩之至。开启的这一份报告，谈到了因果，文化历史的哲学家汤恩比布斯
在晚年几部著作当中，我们看了之后，这是一位非常仁慈、有怜悯心的长者。晚年他最大的痛苦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走向毁灭，这是他非常痛心的事情，无可奈何的事情。为什么？他在这些著作里都写得很清楚，物质文明进步得太快了，精神文明衰退了。如果精神文明要被消灭了，这个世界上纯物质的人类会走向毁灭。人类在这个世界活动，没有物质文明能生存，没有精神文明不能生存。这是他指出来的，精神重于物质。那么他的理想当中，如何能够让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同步前进，相辅相成？人类既然能享受到物质文明，也不会把精神文明的毁灭掉，会生活的更美满。这是他的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完全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换一句话说，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文明历史认识得非常透彻，所以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么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中国现在并不能够尽如人意，问题也非常之多，能承担这个使命吗？中国人自己都不敢想。但是汤恩比先生他的信心非常坚定。凭什么？他说，中国能凭借他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虽然现在一时衰退，他们会很快觉悟过来，再把它沉传下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在今天看到中国的习主席在国际访问发表的谈话，每一次谈话都讲到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
啊，汤恩比如果要在世，他多么欢喜 啊！中国人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了啊，就要找老祖宗。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明，谁看得最清楚？谁看得真透彻？谁对他最有信心？无过于汤恩比博士。在这一个世界里头，找不到第二个。我看到这些翻译文字，我能体会到，我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啊，我相信中国决定有大圣大贤出世，来沉传这世界上真实智慧啊，真实的理念方法效果跟经验啊，确实能帮助中国复兴起来，帮助这个世界走向永续的和平。啊，所以他这几句话我们要把它原文找出来。啊，编一个小册子普遍来流通。啊，我们中国人现在对自己丧失信心，啊，提到古圣先贤，都说是封建迷信、糟粕，把它扬弃掉了。这些话，汤恩比听了多伤心啊！啊，如果还存这种观念，这就是人类走向灭亡的边缘。中国古人不然，不必太久，200年前。啊，200年前，小孩，啊，3、4岁的小孩遇到困难了，他找谁？他肯定找他爸爸妈妈。帮助他解决。啊，那我们这些人在社会上在国家在世界遭遇到困难的怎么办？找谁呀？找老祖宗，唐太宗贞观之治就是这么来的。啊，他27岁做皇帝，统治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用什么方法？他不知道啊。可是他会找老祖宗啊？怎么找呢？下令给魏征，
成立一个小组，把老祖宗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前面的近代啊，老祖宗对于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平天下那个平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国与国之间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是世界大同，就是世界和平啊。这一些教训，这些文字通通抄下来给他看，编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啊，那个治是政治，治国治天下最重要的精华的这些教训，总共有50万字。这个书编成之后，唐太宗手不释卷啊，他的文武百官通通要学这部书，贞观圣旨直指大唐盛世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的社会乱了，世界乱了，怎么办？非常需要这部书啊！这部书我过去想了3年，心想事成，想来了啊，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啊，唐朝亡国之后，这些书被日本的留学生带回去了。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本子啊，手写的本子不多啊，被他们带去了，中国不见了。所以我们在唐书、宋史、元史、明史里面，一文志这个书典名目都没有，这就失传了。这么重要一套书啊，我们听说清朝嘉庆做皇帝，日本对中国送的礼物叫金钩，里面有一套这个书啊，但是那个时候送来中国人不重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世是大清的盛世，大清盛世的状况超过唐朝所以对这个没看在眼里。清朝亡国啊，有人看到这部书啊，交给商务印书馆印过2版，第一版照原书印的啊，第二版签字重新排版排印啊，印成口袋书小册子啊，在《国学丛书》里面有这套啊，这2个本子我读得到啊，我们把它的原本原文本叫日本的原文本印了1万套，分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啊，外国的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啊，这样啊就不会再失传了。这是
人类的瑰宝啊，啊，非常难得。啊，习主席将这部书列为党校必修课程。我们这些年在国际上许多和平会议活动当中，我们都介绍这部书，告诉外国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军事，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也不是中国经济贸易，不是的，是什么呢？中国人的群书之要。那也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事情，希望这部书能够好好的翻成白话文，意思没犯错，然后从白话文翻成各国的文字，在全世界流通。我们用这个书建立共识，这就是21世纪中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真正意思。啊，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观，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化解所有冲突，让这个世界回归到安定和睦，啊，世界大同啊，这是汤恩比博士的理想。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的中国梦。啊，那么现在书包括群书之要的根源是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印出来了，四库会要也流通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啊，要找哪些人来读，找什么人来讲，这是眼前最重要的课题啊！我有这个认识，我没有这个能力啊！啊，现在叫我讲这个东西，我没有能力了，也没有体力，啊，衰退了。希望年轻人接触起来，我把这个棒要交给你。所以提倡啊，汉学院，汉学院培养汉学人才，汉学就是儒释道。啊，那么唐太宗金挑细选这一部群书之要，是中国四库精华当中的精华，太难得了。那佛经里面的精华篇是什么？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大乘佛法的精华篇，啊，再加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确确实实是佛门里头的精华篇。
啊，学佛法从哪里学起？从这一步就够了，一入门就能通一切佛法。那么道家的精华篇是老子五千言啊，庄子至少是内篇七篇，啊，能把这三部书深入认真学习啊，把我们学习的心得说出来啊，我们这个小班就是把我们的心得说出来，提供给大家学佛的朋友们啊，师兄弟们做参考啊，对大家的修学会有一些帮助。啊，那么现在是培养儒释道的人才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希望中国古时候各种学派都能够复兴。佛教在中国古时候有十个宗派，包括陈氏宗、居士宗，我们也希望都能复兴。群书之友原本就原书66种，如果有66个人，每人专学一种，10年之后，每一个人都是第一，都是专家学者，没有第二的。学佛学道也如是，啊，个个第一，就没有真心真厚了，就能化解傲慢嫉妒啊，个个都第一，都专家。啊，你们学经，一个人一生专家也不行。讲弥陀经，弥陀经第一；讲普门品的，普门品第一；啊，讲地藏经的，地藏经第一，个个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啊，这是什么？把门户之见化解了，把嫉妒障碍化解了，啊，确确实实其如境界。那当然，其如境界是明心见性，回归自性，这是真正的成就。啊，这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地方。啊，念佛，我们选择的终极的目标是极乐世界，是清净阿弥陀佛。如果你是真的有这个志愿，那么你必须要把这个世界七情五欲统统放下。啊，七情五欲不放下，它会障碍你往生。你的愿望到最后会落空。这个不能不知道，为什么？极乐世界真
一真法界，这个世界是假的，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真的。既然是假的，得彻底放下，彻底放下，我们的真心才能现起。啊，无量寿经上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统统能现起。啊，如果你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三个真实都不能现起。这是学大乘、学净宗必须知道的，不能不知道。啊，你要不知道，学大乘是知识，不是智慧。啊，你不能够欺辱。啊，你不能开智慧。你不能欺辱大乘境界，你见不到极乐世界，你见不到阿弥陀佛。啊，今天确实，我们这一代众生，虽然是有很多苦难，但是也有无比的福报、福德。啊，那就是。我们遇到夏老的汇集本，遇到黄念老的集注，啊，遇到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传，啊，夏莲老的汇集，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就等于唐太宗啊下令在群书里头编辑出来的群书之要啊，那么黄念老的那个集注内容比群书之要还丰富啊，他选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汇集成一本集注。啊，我们把集注看作群书之要，太难得了。这个集注，连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都没有见到啊，他这个书出来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了啊，李老师只看到夏莲居的汇集本，没有看到念老的记录，我们多幸运的我们都多有福报啊！啊，所以一定要乘船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面，我们当护法，全心全力护持啊！我们自己这样大的年龄。啊，学术上我们不参与了。一个人一生只能搞一样，不能搞两样。啊，我们这一生就锁定在无量寿经、一部经、一句佛号。啊，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的方向跟目标。啊，群书之要可以救中国。可以救世界，汤恩比博士说出，我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啊，所以我希望
有事之事要全心全力拥护习主席，跟着他走，那他的方向目标是正确的。那我跟大家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我没有丝毫名闻利养念头。那我的晚年住什么地方呢？我不会回到老家，我住香港或者住台湾，我选择这两个地方。啊，台湾那边建立一个极乐寺，在台南。啊，这个道场是我建议他们建的。啊，同修们捐了一块地，地不算大，啊，就建个道场，来找我。我告诉大家，台湾的寺庙够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有你这个不少，何必要干这个？那毫无意义。那他们就问我，那要建什么样的寺庙的？台湾没有的，那就有意义。啊，台湾有的金蝉佛寺做法会的，这是台湾的。台湾没有的，就是讲经的寺院没有。如果你建这个寺院，这个寺院是学校，天天讲经。那有三个老师讲三部经，每一个殿堂是教室。啊，不错。现在有共八个教室，最大的教室可以容纳1000多人，啊，还有一个大教室能容纳300人，另外是有几个小教室，大概可以容纳50-60人，啊，有6个，啊，所以这样同时可以有8个老师讲解。这个道场台湾没有，如果建这样的道场呢，我赞成。啊，所以他们真正建立极乐寺是学校，里面没有殿堂教室，啊，6个小教室，2个大教室，啊，好啊，真正发心出来讲经的法师，我们照顾他，我们帮助他，啊，他可以住在这边学习讲经，啊，要真讲，啊，1个星期至少要讲3次，1天准备，再1天讲，啊，对外公开，有你比如你讲十善业道经，有愿意学十善业道经都可以来听见，来学习，这是一个班。啊，一部经讲完了，就结业了。啊，同时又有几个教室，每一个老师在1个教室讲经。啊，只要有人听，这样的道场。在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的道场，他有个精修班培训讲经讲演的人才，到哪里去讲呢？莲社有27个部教所，
啊，分布在台湾中部地区，北面到新竹，南面到鹿港，一共有27个布教所。啊，这些布教所一个星期讲一次去，都是我们班上同学轮流去讲。啊，所以现在要有一个教学的寺院，啊，我用极乐寺来做实验，啊，在那边办办教学。啊，老师讲经的人，出家在家都可以，都欢迎。啊，只要你讲的是正法，没有把经典讲错。啊，这样就好。啊，我最近要到那里去，牙齿复诊。他们给我找了一些大夫，又好了。要帮助我调理身体，我去一趟，把极乐寺的教学促成。那希望有同学们发现，把这个风气带动起来，这是好事情，这是无量功。还有没有？还有6分钟。对，看看那边。同学们，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发言。华藏净宗学会，华藏净宗是不道僧。好，庄贤向和尚平安。我们这个学习班这段时期以来呢，一直以来我们常常提起的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这个重点。庄贤的体会呢，就是说像我们一直在学习经教的这个人呢，往往我们会还会有个念头，就是呢想要去理解这个经教。但如果呢按照这个读书千遍其义自现的意思呢，应该就是说要放下这个念头，就好像呢我们在学习经教的时候，一般就是以复讲这个方式来学习的。所以呢，是不是说我们正式的学习经教的方式应该是要以这个复讲这种方式为主，不要自己呢有这个念头想要去理解这个经教，就是按照老师的意思去讲，那自己呢最主要的就是要老实的去落实这个四个根，主要呢就是要从持戒下手，老老实实复讲。当自己呢真的因戒而定的时候呢，这个义当然呢它就自现了，就是说应该是不是要以这种的方式来学习才是最正确的。
包括呢，就算是没有讲经的同学啊，我们也是呢，一心的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是以持戒修定为主，不要有这个念头呢，想要去理解到底这个经它是讲什么，只要呢我们得定，自然这个意思呢就知道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大概先提这个问题，请和尚呢慈悲开示。阿弥陀佛。这两种方法在现在都很普遍啊，现在一般佛学院的教学都注重在佛教，在研究经典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么实实在在的给你讲真话，经典没有意思，经典是活的，没有意思，它能生无量意，它活的。如果讲成一个意思，就没有第二个意思啊。这就是一个是学智慧，一个是学知识，知识可以去研究它，文字上研究它，智慧不行。智慧从哪里？从禅定来的。智慧是用读诵的方法来修定啊，修定的方法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说法门无量是圆修，无量法门都是修定，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为什么通通能得定，通通能开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所以知识分子的时候用读诵的方法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恢复清净心、平等心啊。心地清净平等之后，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是走这条路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个路子是中国古人常用的，但是这个路子不是每个人都能修啊。你遇到老师，老师要看你的根基啊，根基真的找对了，没有一个人不能成就啊。所以老师太重要了。你像海鲜老和尚，20岁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从小就在农田里面看着学着，所以对于农耕他非常内行啊。你看他的老和尚就很厉害，叫他什么？永远走农耕的道路，农耕是他修行的方法啊。耕作他非常勤快，不偷懒啊。他们这边人讲不惜力，不惜力的意思就是不偷懒，很勤快，主动去干啊，就是一句佛号。生活在一句佛号里头，工作在一句佛号里头，他开悟了，他得定了啊。我常常给大家说，我从光碟上能看出来啊，这个人他具备的条件太难得了，老实听话正干啊，这个人人才不容易找啊，这是可以造就的，可以明心见性的大善根啊。
老和尚就教他一句话，一直念下去，你看他真干。穿衣吃饭，心里头念佛号，不知道这个菜是甜，那个菜是辣，不知道。他吃都是一个味，啊，欢欢喜喜，没有分别心，没有这好那坏，没有这酸那甜，没有。啊，这就是得定了。啊，所以他用心啊，学习，生活是学习，工作是学习，待人接物样样都是学习。学什么？叫真诚，练清净心，练不受染污啊，练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样不恭敬啊，所以他得到功夫成品，得到四义心不乱，得到礼义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我的观察，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得到了。那40得到之后，也知道。往生啊，这几十年都是表法度众生。他度众生不是用言教，是用身教啊，完全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待人接物当中，你细心观察，全明白了，这才叫真正学佛。啊，实在讲，人彻悟了，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什么经都能讲。啊，而且是活的讲，对什么人是用什么方法来讲，不一样。不是知识，是真实智慧啊，这是难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换句话说，老师看出他一生不会开悟。为什么？我执很重，成见很深啊，七情五欲放不下，学知识啊，学个几步音，不要用自己意思，讲古人的注解也有功德啊，用自己的，不用古人注解，自己会讲错，讲错也不用功啊，讲古人注解错是他错了，他注错了，不是我讲错啊，这是造孽。李老师在精修班教我们同学的方法，他是个别教学，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啊，学习方法不一样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